好了，大家早，这是我来马六甲的第二天。虽然这个酒店我没找好啊，在这要待三个晚上，没找好，真的。在里面感觉，你要是有那个密闭、忧郁症或者什么的，在那儿待着难受。所以今天就出来多转转，感受一下马六甲到底长啥样子，和吉隆坡有什么区别，然后看一下这里说普通话能不能够。Hello， 我好热情，那个开摩托车了，这里打招呼，他就会主动给你Hello， 就这样子，哇，感觉一大清早见到的第一个人就这么热情啊，挺好的。今天准备用走路的方式啊，来玩一玩这个马六甲这块，应该我之前做攻略感觉不是特别大吧。我后续还要再原路返回到吉隆坡的。我为什么到这来，是因为马六甲这个名字哈，说实话最马来西亚最有印象的一个城市或地名就是马六甲。因为在小学地理课本里面，还初中地理课本里面有学过马六甲海峡，什么苏伊士运河呀，从那个时候开始学。我当时还记得还考试嘛，所以当时就对这个比较感兴趣，所以呢都到这边来感受一下这个马六甲海峡的课本里面的样子和现实中的样子是不一样或者有什么区别。随处可见这种南洋文化的这种建筑哈，南洋风格的。然后这里也蛮有意思的，你看这里是肯定是华人的住宅是吧，龙泉有这么大的中国字，哎，他的邻居哎可能就是印度人，你看这个是不是印度教的。哦，这房子拆了吗？这原来肯定是有房子的。感觉这边就蛮像一个和吉隆坡比起来啊，就感觉就比较农村化一点哈、啊、城乡化一点感觉。路呀、啊、也不是特别的宽啊，这里很多路都是单行线，哎，而且发现超多的警察，我感觉幸亏没有骑摩托车到马六甲来。我之前是想租摩托车，是想骑到马六甲然后再骑回去的，因为骑摩托车的话可能就一个半小时到两个小时吧。那你看这路口，我都已经看到好几个警察在这设卡了，虽然他也不见得拦下来啊，但是感觉心里有点小害怕、小担心啥的。哎，这个房子的这个颜色蛮好看的，这是酒店。刚才跑过去一对像是母女俩，那女的前面跑，我觉得这边的女生说话都好温柔啊，边跑边说，跟她妈妈说哈，你慢慢走慢慢走，哎，比我这个语气还要更柔一些，就听得特别舒服啊，女孩子的声音。哎呀，我家老婆就没有这样说话的，我们应该帮我老婆带过来好好学习一下，陪就是什么熏陶一下吧。这边女孩子说话就是特温柔，慢慢走慢慢走。哎，这里房子感觉颜色都好艳丽啊，五颜六色的。哎，又看到这个人力三轮车，米奇、米老鼠。哎，看到警察贴条了，是贴条还是干嘛违章？你看这里好多鸽子，我好像特别感兴趣这些鸽子，这边到处都是鸽子，我的天哪！你看，不怕人不怕人，哦哟，哦，抱歉打扰你们了。那个警察刚才去拍照，拍完照之后，他这个摩托车蛮有意思啊，那摩托车这个盒子。是那种打印那个罚单那个东西，出来一个大长条，然后他撕了就拿过去了。
面包。哎呦我的天哪，这么大个面包，这面包太大了吧，这一个人吃不完吧。咖喱面包鸡，哇塞，这个没吃过呀，这么大一个，这多少钱啊？小的28，大的40，我的个天哪，这是华人开的。还有猪肉叉烧包2.5一个，这个面包太大了，本来想尝一尝的，这是60块钱，我吃啥呀？我的中午都不用吃了，这面包。这里面是包的鸡肉吗？要么叫，为什么叫面包鸡呢？哎，这里吃。我感觉每个店铺老板都是华人啊。这是卖什么？卖书的。卖书？哦，你看这还有《世界少年》明代散文集。这里咖啡多少钱？5块钱。大象酒楼，我去，被滴了，我被滴了一下。女的，华人。啦啦啦，你啦啦。哎，跟这个。这路不好走啊，感觉。走过了，这不是我目的地啊，但这里看到一个中文字美食坊，我进来看一看。虎牙辣野鸡，这里都是华人的哦。好，你好。叉烧饭。哦，香肠。哦，这是吃中餐的。哇，辣肉。叉烧饭。好，我看一看。好，慢慢看。里面煮炒，里面有炒，里面炒锅条。哦，好嘞，好，行，谢谢。谢谢。好，中午可以在这儿吃，中午可以来吃。哎，没，看没？不用说中文，不用说英文。哇塞，主动跟你说中文，哎，一看我就是中国人。长得也不像日本人是吧？这看来是血脉相同的是吧，一看就知道是自家人。他都不会跟我说英文的，直接就抛的那个中文了，他也不跟我抛，就是要一股中药味，他也不跟我说什么日语啊，也不跟我说韩文哈。这就是血脉呀、啊。吃啥呢？哦，到这边喇叭听得还蛮频繁的了。来，叫生熟蛋烤面包，南洋咖啡，是吧？这里有没有特色？啊，这啥玩意？鸡蛋美乃滋菠萝包，鸡蛋美乃滋牛油包。这烤面包是不是都是一个说法？女生好多呀！这个有这个前面什么东西吗？啊，有一个那个。老板问你吗？你好，一位，一位，对，一位。一位而已。哎 ，OK， 一位很好解决。坐这里可以吗？啊，可以，可以。好。哎，这边有人坐。有人坐哈。啊。谢谢你坐。啊，好。这边给安装，等一下我给你擦。哎，好的，行，谢谢啊。啊。这姐姐好。说话都好那个呀，哎，我是湖北的武汉，哎，听说过吗？听说过。对对对对对对对，您哪里人啊？我哎，福建，我这是福建厦门，福建厦门的哦。多少年了？哇，哎，没有认出是我，出生的我们祖籍，祖籍哦，保持那个。
多，还是你用中华的食。啊，对对对对对。有一点，我还是要大概一个人一点买来的师傅。哦。要记住，我们要保持我们的传统，我们的那些那叫面的文化。您找的是马来老婆？华人还是华人啊？潮州的。哦，潮州的。对，我们潮州、福建什么各种各。在南方的，啊来的，潮州女人也挺好的，啊、潮州女人挺好的，听说，挺旺夫的，听说。潮州女人爱面子，爱面子哦。那你要认输吧。啊，都爱面子，女人都爱面子。不是，湖北女人也，哎、也是一样的，也一样的，一样的。谢谢，挺干净了。死要面子对吗？哎，烦的是，那人家写的标准啊，哇！九，它是洋葱中最大的一个，称为极素，具有尊贵之意，常常与帝王有关。比如说九五至尊，九与凤联系起来，寓显尊贵。自汉朝开始，九头凤的地位便跌落神坛，这是因为中原文化的象征是龙。在汉朝当中，就是刚才那个大哥，这是他的手机呢，他给我看，他说九头鸟的寓意，给我科普九头鸟，我故乡的一个九头鸟的名字，哎呀，那个大哥。大哥，谢谢。看明白了。哎，谢谢啊。嗯。好热情啊，把手机都给了我。哎呀，我手机也放在这儿。哎呀，然后这个南洋咖啡上来了，好黑呀、啊，不是黑，好污。嗯，哇，嗯。哎，这个味道有点苦，就有点像原味咖啡的感觉，但是它好像里面又有一点奶香味儿。嗯，来了，这个就叫鸳鸯蛋生在面包上面啊，就是一个烤面包，然后上打两个鸡蛋，流心蛋，哇，这个是把它弄破了吃。咦，哦，然后就，哇，你看，哇，嗯，就是一个鸡蛋烤面包嘛，嗯，这面包蛮好吃。这面包好甜呐、啊，还有点奶香味儿，面包里面。哎，吃到中间怎么感觉越来越甜呢？这个应该是奶酪，确实是奶酪。啊，奶酪，我是这么吃是甜的了。烤面包蘸上这个糖心液以后也不那么的脆了，综合了一点。全部吃光了，哎呀，好，可以扫码。好嘞。十块七毛。哎，好嘞，行，谢谢。你是中国哪里？武汉的。武汉的。听说过没？我们去过。还去过呀？对。哦。不是，
对对对对，湖北就戴口罩，对对对对，然后戴口罩的那个。去荆州。荆州哦，荆州哦，荆州有个古城啊。啊，对对，有个古城。嗯。古城名叫荆州嘛。关羽，关羽。关羽，不是已经出了很多那些《三国演义》的。对对对对对对对。有去过，我喜欢有四季分明的。哦，你喜欢四季分明的。这边是一年都是夏天，所以很热。哦。第一次来。我第一次来，嗯，我觉得蛮舒服的，因为我们那边是穿羽绒服，好冷啊。我喜欢。我们上次是冬天去。人有时候就是很奇怪，他在一个地方待习惯了，他就喜欢另外一种感觉。我们一年四季特别清晰之后，我们觉得反而觉得一直都是暖和的，挺好的，就不会缩手缩脚的，就是很冷的感觉。像我们这边一年都是夏天嘛，所以我们去玩的时候啊，特别要选冬天去。哦，好好好好，明白明白明白。感受冬天，很好，自己一个人来。一个人来。哇，很好。年轻真好。年轻真好。敢敢来哈。那你们这边从那中国来这里30天吗？年轻。对，30天。我们去中国的15天。啊，对，15天够了。够了够了，不会待那么久了。去啊，我们喜欢自由行。自由行，那自己一个。对对对，对我也不喜欢，我也不喜欢。去参加他的四级了。是是是，行，那你忙哈，走了，拜拜。哎，好，谢谢。我的天哪，你还好热情，他就拉着你一直说说说说说，他我都不知打断了几次才脱身，就是这么的热情和亲切哇！这边他这边说实话，这边的服务员也是厨师，那刚才那个穿红色的，包括那个姐姐啊啥的，哎，他们就在招呼你是吧？点菜，然后他们会，然后再进到餐馆啊，那个厨厅里面，厨房里面，然后再给你制作那个烤面包啊，那个鸡蛋呀，就都是他们制作的。所以按理说他们也很忙的嘛，但是他们那个态度啊啥的就感觉很亲切啊，挺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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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OK， 我要是不停下来我感觉还可以说一直说下去。所以呢，这边的马来西亚这边的华人真的是蛮好的哇，亲切亲切。好了，吃了，虽然没怎么吃饱哈，反正旅游嘛，光吃饱也不行，我们等会儿要看到什么好吃的继续吃。现在去机场街，哎，它的名字蛮有意思的，什么叫机场街啊，什么鞋底街啊，啥意思啊，名字就是那么的通俗易懂。哎，这是什么，还有木头拖鞋。哎，你好，你好，这是木头拖鞋。木屐啊、日本的那种是吧？对啊，这样子的。哦，这样子的。哦，东南亚这边就是，东南亚这边的是吧？对。那这重不重啊？哦，好轻啊，好轻啊。哦，木头拖鞋。放厨房的。哦，放厨房里面的。厨房或者浴室。哦。哦，塑料拖鞋，这多少钱一双啊？20令吉。二十令吉。嗯。哦。有大号小号的。哦。这是自己做的吗？对。哦。20令吉。这个图案比较贵。啊，这个贵一些。哦，有图案的贵一些。哦，要画上去吗？挺有意思的，好可爱。你有穿过吗？我没有穿过，我是看了好奇走过来看一看。木头的，就是我们那儿肯定很少穿木头的，因为现在都是地板，对 对, 对，铺地板，这个不用穿的啊，就它就会把地板划花。对了，行，谢谢你啊，我看一看。哎，这又是一看到我就是直接中文了。血脉，哎，这个，这里有个河，是吧？过来看一看。这有蛋炒饭。哎，这里还有船。
六甲河畔步道。三多庙啊，哇塞，这里好多寺庙啊，或者是那个观音殿啥的。你看这还有个香林寺啊，和少林寺差一个字啊，一个字的差别。中国人，老一代的中国人到了海外，就是需要寻找那种精神上的寄托哈，宗教上的一个信仰问题。这个是什么？这是凉茶吗？这是凉茶。哦。要冷的，来一杯吧。哪一个好喝呀？你喜欢它有冷的有热的。冷的，冷的，冷的。这里喝，带走。带走吧，带走。嗯，路上边走边喝那个。可以，要带中了。哦，这是凉茶。对，用麻地猪热去煮的。哦，多少钱？三块。三块，硬币收吗？可以啊。太多硬币了。三块，数数。好，谢谢。啊，对了，好嘞，谢谢。凉茶，好热啊！这里很热吗？这里平时这个季节啊，热。等下到傍晚又下雨了。傍晚下雨，哎，好喝啊，好甜呐、啊！竹子，马蹄竹子。哦，马蹄竹，哦，竹子。哇，好解暑啊！热。这里又有一个庙，来，这里人是啥？哎呀，大家钱估计都放到这儿来了吧，都投这儿来了。这是什么？狼海飞来，飞来海蓝，来飞海蓝还是什么？算了，我不感兴趣。哎，那边还有，我的天。我今天一天没有说普通啊，不，一天没有说英文啊，爽死了。